我们的主题是发疯的世界的关系。嗯，我们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声音去编剧情，然后就是用了很多搞笑的音效，所以让你们很搞笑。可是在就是用音效在编剧情的时候，还要每个东西用一下，所以很困难。可恶，那个编剧，我怎么？不是我。那为什么我要干嘛？你就去录啊，看你想怎样都行啊。很快呀，快点啊！没想到，我超不行的，我超不行的，这段就可以录。我太难了。好的，完成就好了。